天气好热啊。对呀、啊，来，大姐喝水。嗯。你累吗？我不累，不累，我不累。你真的不累吗？我不累，不累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闺蜜，她袜子三个月都不换，哎，哎呦，真的是。怎么回事？你家可乐长这样？
学嘛，怎么又换车了？高价回收旧电脑。